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三种烦恼及其对治方法。三种烦恼，在佛教中，烦恼有三个层次：一、违犯性的烦恼；二、浮现在心里的烦恼；三、睡眠烦恼。第一种违犯性的烦恼 ，vidikamma， 当人们的烦恼强到采取行动，会用身体来攻击他人，用嘴巴说出口来骂人等。例如，看到一只蚊子不喜欢，就把它打死，这是违犯性的，称为违犯性的烦恼。第二种浮现在心里的烦恼 ，Padiyutana， 古意为缠，纠缠的缠。缠这个字，一般人看了字义不容易了解，因此把它解释为浮现在心里的烦恼，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浮现在心里的烦恼到底是怎么样呢？例如在打坐的时候，想起今天所吃的美味饮食，或者想到今天所看到的美女等，在心里面浮现着贪嗔等各种烦恼。由于只是浮现在心里而已，还没有强大到采取行动，要去杀人、去骂人，或要把那只蟑螂打死等，这只是浮现在心里，还没有采取行动，因此称为浮现在心里的烦恼。第三种睡眠烦恼 ，anusaya， 是指烦恼在其生命相续流中并未断除。由于没有适合升起的条件，因此犹如睡眠般潜伏，暂时不升起，但在获得适当因缘时，就会升起相应的欲贪等七种睡眠烦恼。七种睡眠为欲贪、嗔恚、慢、邪见、疑、有贪和无明。意思是，其实人们还有烦恼存在，并没有真正断除欲贪等烦恼，但由于没有适当的条件或境遇，因此犹如深度睡眠般，没有浮现欲贪、嗔恚等烦恼。例如，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没有烦恼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没有烦恼，而是他的烦恼好像睡着了般，所以称为睡眠。这是一种潜伏性的烦恼。对于投生到梵天界的天神来说，他们不会升起欲贪和嗔恚烦恼，他们不会贪着五欲之乐，也不会生气。因为在梵天界中，他们的欲贪和嗔恚等烦恼就好像睡着了般，不会升起，而且是完全自动的不会升起。只有当他们再度投生到欲界时，那些烦恼才会再度升起，所以称为睡眠。在佛教中，
这三个层次的烦恼可用三种方法来对治克服。对于第一种违犯性的烦恼，必须用戒来对治。在佛教中，对在家居士而言，必须受持五戒，这是佛教徒的基本德行。持守五戒，就不会随便杀生，不会偷盗，不会说谎，因此可以把出众的烦恼降服下来，不会随意造恶。对于第二种浮现在心里的烦恼，必须用定力来对治。修定可以暂时压住浮现在心里的烦恼，但无法断除，而是只能暂时把它们压住、盖住，也就是所谓的镇服。当禅修者进入初禅一个小时，欲贪、嗔恚、吊诡、昏睡合疑这五盖就暂时不会升起，但假如他的定力退失或不如理思维，这些烦恼就会再度升起。关于定力，当禅修者的定力到了一定程度时，许多烦恼就自动的暂时不会升起。因此，有些修行者在修到一定程度的定力时，他们会误以为我已经没有烦恼了，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没有烦恼或证得阿罗汉，他的烦恼只是暂时被镇服、被压住，只是他并不知道、不了解而已。对于第三种睡眠烦恼，必须用智慧来断除、根除。真正能根除睡眠性烦恼的是慧，智慧的静音是定。因此想要修慧，必须有定力为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有好的定力，有智慧之光，才有强的心力。有定为基础再修观，才能开展出很敏锐的观智。有些人波罗蜜很好，过去世有很好的修行善根，他们不需要修到禅定的程度就能证得圣道圣果，他们不需要按照戒定慧的次第来修行就能证得圣道圣果。但据佛陀入灭2500多年后的今天，不需要依照戒定慧的次第修行便能迅速证得圣道圣果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深厚的定力可以使心更敏锐，修行者运用那敏锐的定心，再经由观禅的观智来断除烦恼。所以真正能根除烦恼的是观智的慧，也就是必须以定力为基础，有次第的修习观禅，再提升观智后以成熟的观智断除烦恼，体证涅槃，证得圣道圣果。萨度萨度萨度。